他只说为什么我的耳朵很红，他只问我。我说昨天彩排的时候很热，所以我耳朵特别红，而且像现在也是有点红，因为这里有点热。对啊，就是闲聊这样子。今天看到谁他让你很害羞吗？对，没有，就是最觉得很热，我就会他了，就他了。因为之前就是好像哦。没有，因为浪莎就是给我的心理压力还蛮大的啦，就是不管这些看的人的一些留言或什么的，那我自己觉得也该给自己一个转换一个跑道的感觉，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呢、啊，就是想要去拍戏，所以就觉得说换一个身份看看会怎么样，这样子，对对对。你现在是可以思考的。什么意思？可以啊，我的好啊。我觉得就是暂时先，我不会说完全不会去玩，或者只是我这段时间我想要先，看我能做些别的事情，或好好休息一下这样。他有跟我说过，如果奖金100万，还好。真的哦，还好。那预计要休息多久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现在对自己的状态很满意，就是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这样子。想问一下，因为这次算二度跟小猪在小巨蛋就是有同样一个活动，对，那你刚刚有遇到吗？然后有想说未来会不会有一起合作的机会？我们昨天彩排有遇到，我们就是在后台互相聊了一下这样子，对，合作机会哦、喔，我们是有在聊说有可能会有一些音乐的合作，对，但就是先聊而已这样子。他只说为什么我的耳朵很红，他只问我。我说昨天彩排的时候很热，所以我耳朵特别红，而且像现在也是有点红，因为这里有点热。对啊，就是闲聊这样子。对，真的蛮红的，对，为什么很红哎？对啊。今天看到谁让你很害羞吗？对，没有，就是最觉得很热，我就会他了，就是他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